圆。现在在的这个环境呢，是我们时隔多少年了？三年，时隔了三年，然后回到来这个环境，相信你们一看都知道我现在是在哪里了。我现在在飞机上面，没有错。然后我们今天呢，我们的 trip 是要去仙本那。然后我们的今天这个旅行团的人数有我，有 Cherry， 有他，还有他，他，还有他，还有他。我跟他没有去过仙本那，他去过。然后我们这一次，因为我们听说仙本那类是马来西亚的马尔代夫，马尔代夫，所以我们就想要去看一看。OK， 我们下机了，我们现在在沙巴的哈瓦奥机场。等一下我再拍啦，我现在一个手拿行李，很重。OK， 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在仙本那的第一晚跟第二晚的住宿。然后这个住宿呢，它的概念呢其实还不错啦，就是三角形这样子，三角屋。那是老板。然后这边整排都是三角屋这样子。然后这个是我跟 Cherry 住的，来，我们去参观一下他们的房间。Hello。Yo。欢迎光临。哎，又到你啊。好。来哦。一个人睡的咯，你要知道咯。是哦，几爽哦。爽呆呆，爽爆了。其实我们那个没有毛巾哎，他没有给到我们哦。等一下跟他讨。其实我还没有看到厕所啊，那边的厕所如何？厕所一点。就这样哦 ，normal。至少有的冲凉咯。很寒酸的感觉。OK， 刚刚我们就吃完了海鲜大餐回来，然后现在的时间是晚上九点半，然后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酒店，啊不是酒店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民宿的外面这个它的大厅这边，我们就在那边放慢脚步，好的 enjoy 一下这个生活的步伐，打一打拉米，喝一喝小酒，来 cheers， cheers， cheers。OK， 所以我们打完这个麻将过后呢，我们就会先早一点去休息，因为明天我们早上六点多七点我们就要起身，然后准备我们八点这样子我们就要出门去海岛，然后去浮潜，所以我明天看看有没有画面可以拍给你们看，因为我的相机是不防水的，所以我会明天尽量拍多一点画面，拍那个海的那个美景啊，拍给你们看，给你们分享一下。OK， 所以先在那边讲完了，先，明天早上见，拜拜。嘿、hey, ，非常感谢原神赞助这一期的影片，让我来给你们介绍这一款近期很火的游戏。原神是一款开放世界的 RPG 游戏，故事内容有趣，有很多的角色，而且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武器。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可以在游戏里自由的跑动探索，整个感觉就是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有趣，非常的爽。这款游戏除了可以一个人 solo， 也可以约朋友来一起打 boss。像我有时候半夜睡不着的时候呢，我就会揪他们来陪我一起闯关啦。原神这一次的更新 version 2.8 还带来了新的游戏角色，而且里面添加了新的任务和活动。Summertime Odyssey 就是新的活动，也刚好符合现在的夏天。里面的 Sailing Game Mode 还可以开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刺激心脏哦。而且这个版本的更新皮肤也变得更华丽酷炫了。对于新玩家而言，我非常喜欢它的场景和人物很有真实感，也很喜欢它整个故事的发展内容非常的丰富有趣。这款游戏支持多个平台， Android、 iOS、 PS4、 PS5 电脑都可以玩到。我把原神的下载连接放在 description 那边，大家点进去就可以下载啦。 OK， 继续看 vlog 吧。Good morning， 今天是我们在仙本那的第二天，然后我们今天的旅程呢就是去跳岛，然后去环岛，环岛跟跳岛是一样的，然后浮潜，然后我们现在去爬一个山，导游那个山叫什么山？珍珠岛。珍珠啊，那个山叫珍珠岛啊。对。OK， 我们现在先去爬一个珍珠岛先，听讲那个岛啦，来到仙本那如果没有爬啦，就是白来哦，是吧？哦，没有来就是白爬了。等一下我带你们去，你们看那个，看那个岛是吗？啊。是那个。睡美人岛，对 ，OK，OK，OK，、okay, okay, okay, 是不是刚到 ？OK，Let's、okay, go， 出发，出发，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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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okay, okay, 出海喽！现在对喽，像该我讲的，我们先去爬那个山先。OK， 你们看那个岛啊，是不是像一个莲子睡在那边？这个啊，哎、有点像哎。对吗？哦。那
个就是我们要去的珍珠岛。这样子看是有点像。哇哦！现在我们出海带班，然后遇到了海景，遇到了海盗，遇到了海景，然后现在要给他春来哈，春来都要 check 下嗰个 license。识时车牌身份证，还好。识全，他们一直在那边识时车牌，没有识时全牌身份证。哇，刚刚我们在前面那边有看到很浅色的那个海，在这边就比较深。看到吗？那边是浅色的，哇，我很期待的那个。其实这一趟是我们第一次来仙本那，然后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听说仙本那是马来西亚的马尔代夫，所以其实还蛮期待看到那个很清澈的海水。哇吼！那边就很清澈了。你期待吗？还可以。还可以啊。看那边的海，你看那边的海，你不期待吗？你看那边。浅浅的，就是西马没有看过这种海，看到没有？确实确实，哇，这个就是西马看不到的海嘞 ，get 是吗？等下你跟人家骂，如果西马有哎，西马有这种海，啥海？我是朝鲜，哇美耶，真的是美，真的是美。其实我们来仙本那就冲着这个海来了。这个海啦，因为其实我跟你们分享啦，我对海其实是有恐惧的。然后我们这一趟来哦，他们一直讲要深潜深潜，其实我是很怕的。可是看到这种这样清澈的海哦，其实那恐惧就没有这样，很干净哦，那恐惧就没有这样，直接这样看这边看那鱼就好了，还是恐惧就没有这样深，因为我对海恐惧是因为海它深不见底嘛。可是在这个见底哦，很有安全感，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的海。OK， 各位，我现在要跳下去浮潜了，可是 Cherry 他没有下，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去另外一个岛拍照才下。等一下我们还要去另外一个岛，然后那个岛也是一样会拍照会浮潜，所以因为他被他的装等一下跌掉，所以他就等一下去那个岛才浮潜。所以拜拜，我先下先，然后我等一下再继续拍啦。爽哦！我水母，水母。哇，水母哎，看到吗？哎，我相机不要给我跌下去哦。OK， 我们现在到了，导游这叫什么岛？军舰岛啊？军舰岛。哦，我们现在到了军舰岛，然后这个岛嘞，那个 copyright。这个岛嘞，主要是我们这边拍照，拍有照过后，我们在那边再进行的一次浮潜。哇，你看这边那个颜色，那个绿色。对，绿搭蓝，再搭浅绿。太棒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啦。各位，我们现在在这个军舰岛这边进行第二次的浮潜，很累了，很累哦，很累哦，可是还是要浮潜一下。然后这一次是 Cherry 有下去了，走呗。我们距离上一次潜水是在热浪岛，到现在应该有一年多吧。OK， 我们现在下了船，然后回到来这个这个地方，我不懂这个地方是哪里了。这个地方是潜水中心，林老板。Yes， 然后我们在那边等我们的那个 driver 来载我们回去民宿，然后我们就回家回去休息一下，就准备吃晚餐。你看环岛，这个是实话。你看这个，等一下先，那是重头戏了，这个先。你们觉得这很夸张是不是？觉得夸张吗？哇，你看，出一个岛还要这样。OK， 不用紧，来。Gender review， boy or girl， black or white。3, 2, 1 go！ 哇，看到吗？哥，死哇！我跟你们讲啊，我的背后也是好了，我的背后，因为刚才他们拍给我看，我的背后见证奇迹啊！你看啊，不要看见正常啊，看到吗？哇，有哇，这个叫马六甲海峡，沙巴海湾线，爱国人真的真的是很帅啊！今天是我们在仙本那的第三天，然后我们现在就要 check out 我们现在住着的这两晚的民宿，然后现在要去马布岛去住马布岛上面的民宿，所以我们会去那个马布岛那边也是一样住两个晚上，然后两天过后我们就会回家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出发去马布岛，然后那个船程呢需要大概45分钟我们才会到达马布岛，所以
等下到马步岛的时候呢，我再跟你们分享，因为导游讲马步岛那边其实是很漂亮的，我也是非常期待。出发了，我们从这边码头出发，所以我们在那边看到有一个不管是菲律宾还是印尼的小孩子在那边裸体跳下去，他真的是裸体那种，全身完全没有穿的，然后差不多七八岁吧，然后他直接没有全身没有穿任何东西，连这个前这什么，我突然想不起这叫什么救生衣，连救生衣都没有穿，直接跳下去。所以我觉得这边的小孩子是很勇敢的啦。有人看到吗？对，哇，害羞呢。对，所以我觉得这边的小孩子他们很勇敢，因为他们从小就出生在这样子的地方哦，所以他们对这个海啊真的是毫无恐无所畏惧。然后我就很怕海啊，然后明天就要深潜了，其实我真的是很完全没有期待，很怕。我还希望能闪就闪，一望无际的大海，视野非常的辽阔，可是有它就破坏了风景。哎，真的是。可是又有它救了风景，救了风景，王嘉尔，嘉尔，嘉尔 ，Jackson Wang， OK。Let's go. OK， 我们现在正式出海了。今天的第二次出海，该第一次是来民宿嘛，然后这次是现在要去浮潜，然后顺便去环岛一下，看一下这边附近的岛的那个风景。我们到了浮潜的地方，可是今天的浪非常大，有没有看到吗？我有点晕了。这浪很大，那船已经是摇来摇去了。哦，有点晕，真的是有点晕。有点东西，有点晕。OK 啦，现在我们要下海了。现在是夕阳时分，我们在这个露台这边享受这个夕阳的风景，给你们分享一下。哇，夕阳搭配这个无边际的海景 ，Nice。游船来卖椰子水。Yes， 所以我们就拿了钱，跟他买四粒椰子，一人一粒。大家记得来这边呢，一定要带 cash。对，讲到重点，你们如果下次有来仙本那旅行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带现钱，因为这里是没有刷卡的，这里也没有。他选购啊，那种电子钱包是没有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带现钱，不然你们什么都买不到 ，OK？ 他先购，他不跟你讲过。OK， 现在来到了我们的晚餐时间，我们今天吃的晚餐呢，就是我们下午买的那些海鲜，给你们介绍一下：奶油龙虾、鱼、皮皮虾。哎，你等到光啊喽。这个是也是龙虾、螃蟹，这是什么？皮皮虾啊，椒盐皮皮虾。哦，椒盐皮皮虾。Yes, OK， 这就是我们今晚的晚餐。然后在这个夜海景 ，Yes， 在这个乌漆嘛黑的夜马景吃晚餐，然后又露天，很 enjoy， 因为这边很凉。哇，你做梦！快干跳，干跳，干跳！哇，他们跳舞跳到千手观音哎！哇，很有天分哎，他们会自己编舞的哎。其实我们该哦，我们有发现到他们哦，他们的跳舞天分厉害哎，他们完全哦，其实没有学过跳舞，可是他们跳舞细胞很强，真的不错。Come on！算了，我不知道他们怎样跳这样久了嘞。哇，那你跳一下流汗了，喂喂。哇，这是有酒精作怪哦。热很热。